队长，黄警包下了这里，举办庆祝活动。那些服务员当时都在后面，听见动静没敢过来查看。武女呢？那些武女都看见了什么？他们都吓坏了，胡言乱语，说不清楚。只是说看见四个女人进来就大开杀戒，最后用刀杀死了黄警。百人斩，太过分了。藤野队长。 藤野队长，我可不可以提个建议？说，忘了今天的事情，把尸体运走，把这里烧了吧。什么意思？我希望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的是红口俱乐部失火的消息。我要让沙兰花今天晚上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发生过。 给我一份《中华日报》。日式酒馆意外失火，市民应增强防火意识。老板，今天的报纸每样再给我一份。